对对对，所以一个人就代表好几个人。本子上满满都是预约施打流感疫苗的民众，指挥中心才刚宣布今年流感疫苗10月5号开打，但早有民众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预约，就怕新冠肺炎在秋冬再次爆发，加上流感疫情恐怕造成双重威胁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就是有好几个公司的话已经来这边打电话做预约，流感疫苗都是对我们的民众的健康是一个非常有效，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护力。不排除新冠肺炎会朝感冒持续和人类共存，有朝流感化的可能性。指挥中心也表示，这在模拟范围之内。而目前流感疫苗将在10月5号开打，四价公费疫苗准备605万剂，抗病毒药物也有317万份。如果在冬天的确如果发烧的话，那很难去区分到底是流感或是武汉肺炎，那这当然都是一个多施，就是大家踊跃的施打流感疫苗，对于不管流感或是武汉肺炎的控制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。未来新冠肺炎和流感的临床判断恐怕更加困难，呼吁民众除了流感高风险者应该尽速接种，也鼓励一般民众自费接种，有效降低流感流行。如果不幸出现新冠肺炎流感化状况，台湾也有应变经验可以参考。面对疫情，各界绝不松懈。八新闻黄明贤采访报道。走廊上紧急搭起帘子，因为要打流感疫苗的民众实在太多。排排站等着打疫苗，发现当中除了60、70岁的长辈，其实也多了好几位中壮年。几乎大家都建议过来打。摊开数据来看，公费开打第一天就有39万9000多人接种，是去年近2倍的量。连过去接种吊车位50到64岁族群也有10万剂，接种名次直接窜升第二。没有想到要打，之前就比较年轻，还是比较跟没有，像现在说。有什么肺炎什么都怕感冒啊？跟我同辈的可能，打疫苗好像比较少，没有习惯打吧。很多50几岁民众恐怕觉得自己身强体壮，过去都没有接种疫苗习惯。去年50到64岁族群更只有18.7%的接种率，成为施打率最低一群。但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最佳催种源，吓出中壮年接种数。预估50到64岁的族群大概有增加，比去年多2倍。今年就是特别的状况不一样，就是很多他就是单纯就是为了施打流感而来，疫苗施打。超踊跃，也让医院诊所忙翻天。无意中壮年身体看似强健，但流感加上新冠病毒搅局，打上一针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。八新闻黄庭明显采访报道。一早卫生所大排长龙，注射区挤满65岁以上的长辈。今年因为疫情，公费流感疫苗施打大爆量，担心感染流感后并发的细菌性肺炎。医师提醒，进入秋冬后，其他呼吸道疫苗也不能漏。今年的原则是因为新冠病毒是攻击呼吸道为主，我们不希望你在同时在呼吸道产生第二个疾病，所以只要是能够预防呼吸道感染的疫苗呢，今年最好都打。哦，那这里面当然就包括流感，包括肺炎链球菌，还有包括百日咳。根据临床观察，高达90%以上的病患感染新冠病毒后产生合并感染，其中肺炎链球菌如果是65岁以上长者感染，死亡率高达25%，建议长辈最好一并接种。另外，发病症状类似感冒的百日咳，传染力非常强，婴幼儿染病死亡率也很高。那高危险群最容易区分的就是第一个就是50岁以上嘛。然后再来就5岁以下嘛，比如说你不在这个年龄层，可是你有共病，比如说你有糖尿病、高血压，或者你肾脏、慢性肾脏疾病、慢性肝脏疾病，那这些都是属于高危险哦。肥胖也是高危险，大烟枪也是高危险，酗酒也是高危险。除了高危险族群，施打前最好和医师讨论，也要注意疫苗的时效性。像是流感是1年1剂，肺炎链球菌约5年，百日咳长达10年。除了评估是否过期，双管齐下才能提升防护力。八大新闻综合报道。国内疫情严峻，疫苗陆续到货。国内首批150000剂莫德纳疫苗预计9号开打，日本赠送的124万剂 A Z 疫苗也预计15号施打。不过，民众在接种疫苗前究竟该注意些什么？建议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，水分含量比较多的，
维他命 C 的、维他命 D 的含量比较多的蔬菜水果，多喝一些，多吃一些。小儿科医师林奕然就建议民众在打针当天要正常饮食，不要空腹去打针，打完针之后要多喝水。不过像是高淀粉、高油脂和油炸食品等容易发炎的食物都应该避免，高维他命 C 的水果、芭乐、奇异果和柠檬则要多摄取。而多吃葱姜蒜可以避免血栓，吃素的人可以多食用黑木耳。但均衡饮食外，适度运动也有助于增加身体免疫力。轻微的运动我想应该没有，走走路啦，做做体操那个都没有问题，甚至洗个热水澡，有时候对这个血液循环比较好的话，免疫系统也比较好运作了。医师也提醒罹患慢性病的人更需要加强运动，想要让疫苗在体内发挥最大效果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吃对食物，就是增加疫苗保护力的不二法门。本来是纽约王慕贤台北采访报道。医院排队等待接种疫苗，但一般打完疫苗医师都会建议这样做，就休息十五分钟了。还要怎么样？多喝开水。多喝水应该就是一天摄取2000cc的水。少练了吧，少练多次吧。多休息多喝水是打完疫苗后的 SOP， 但日前彰化有一名75岁老翁却因为喝太多水导致肺积水住院。光注疫苗了无几工，全人串起来，阮达检查起来发现讲是肺积水，高烧要伊讲是毋是注疫苗引起的这个副作用。阮达检查起来是因为心脏无力，啊，佮全。老翁打完疫苗后接连好几天狂喝水，一次就摄取约1公升，想说多喝水没坏处，医师听了赶紧阻止。心脏病患不能一次性猛灌水，因为摄取过多水分吸收到血液后，在心脏力道不够的情况下，血液无法循环回到左心房，进而造成肺部积水，所以喝水最好要维持平常饮用量。要特别注意的还有洗肾病患，由于肾脏调节水分的功能比较差，千万不要多喝水，因为有可能会造成水分排不出来，反而会蓄积在身体里面，严重的甚至会积到肺部，产生肺水肿，甚至有一些呼吸急促的一个症状发生。避免造成全身性水肿、肺部积水，饮水建议要分次喝，控制在500到700cc 左右。打完疫苗多喝水的常规，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。八大新闻综合报道。吃八味，玩八方，锁定八大民生新闻，记得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